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美丽的姑娘，她的名字叫做辛德瑞拉。她的爸爸虽然离开了她，但妈妈却很爱她。直到有一天，妈妈嫁给了一个自私狭隘的男人。爸爸，他是谁？哼，真邋遢。哼哼，她是你们的妹妹。哦，不用担心，我的小金丝雀，她可以给你们洗衣服做饭。为什么？因为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的仆人了。有专门录像的啊。我知道，我给官方奶奶录，老人家可喜欢看这个了。王子殿下，这里没有可以穿上水晶鞋的女孩。我可以试试吗？阁下刚刚不是说家中只有两个女儿吗？尊贵的大人，我的家里的确是只有两个女儿，这个邋遢的姑娘她只不过是我们家的仆人而已。啊，她为什么脏呢？会把这么漂亮的鞋子弄脏的？你还不赶紧把她的合拢去。这个绿色裙子的坏姐姐一点也不讨厌，还挺可爱的。可爱？对啊，怎么了？这哪儿可爱了？这走路都能摔跤，平时脾气倔得跟个驴一样，哪儿可爱？你认识？那你赶紧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呀。我跟他不熟。亲爱的王子，我觉得你就像是高高悬挂的月亮，照耀海面的柔光，是我远远望着就觉得很美好的一切。但是，月亮不属于我，你也是。以前我觉得是精灵的魔法让我成为了公主，但你现在站在我面前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每个女孩在喜欢的人面前都是公主。因为当我飞奔向月亮的时候，月亮也在为了我学习奔跑。奖励你今天表现好。谢谢。亚亚，你怎么都不看我？看我一眼，我又不收你钱。亚亚，我今天好看吗？一般。你一定觉得好看。我先换衣服。哎，等等，大家刚拍完照，我看还有几张，给你们也拍张合影吧。是啊，正好衣服还没换呢，多有纪念意义啊。而且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。怎么回事？就王子跟公主呗，那还能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快快快，一会儿啊，礼堂该赶人了。哎，那边吧。来，哎，你俩中间有墙啊，靠近。来，赶紧走，一、二、